郑云龙，人说去请他演出商演，哎呦，一场，哎呦，税后税后。啊，火！老师聊这么老师严谨是吗？老师严谨。哎呦喂，老师真棒。税后税后没去，哎呀，没去啊！他签了他的音乐剧约了，你看看，人就问他你音乐剧究竟多少钱嘛？2000，对。我们现在有这样热爱舞台、走信义的、重情义的这种。是我们现在青年人的典范，真的棒，谢谢，真棒，向您学习。